他挺好的，而且我妈知道，我早起才去见导演，我早起开到，今日我才去见导演，打电话拜托伊去开演讲。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了，前面还有空位。那前面有位置。你两个老乡，几个老乡啊？来，咱们大集合。我看看个人哦，那是人个经济，啊，我看看个人。好，必须哦，两个字我来。好，有个人哦。是啊，朱董，我看出他有很强很强的那种动机，因为他讲的在我面前讲了第二次或第三次，他希望有一天呢，我的老师陈松跟大德能够来这边讲一下《捕捉刹那》，讲一下那个《华严经》的概略。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听起来像很违和，其实不违和。这个里面，在我的个人的观点是有儒道释三家的思想。那十几年前我听过我的老师，还有几年前我听过又听过我的老师，总共讲了一次，讲了两次的这种有关我们在一般民间的家里所放的捉刹那，它里面的道理，事实上对我的心触动是很深。但是我虽然知道也没有用，因为我讲不是他讲，不能入木三分。那有希望呢，老师你再出马再讲一次，结果我的老师马上答应，我就很开心。那我又故作镇定不让朱董知道，拖啊拖啊，拖个一两天再跟他讲，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希望说今天能够请大家来这边听我的老师阿根老师来演讲。那今天来听到的应该都有福报，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在一个善因缘的场合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坐在一起同样执行一件事情，不管吃饭出外旅游或同车，甚至夫妻的成为终身的伴侣，住在同一间房子，像我们这样师兄姐大家坐在一个很优雅的地方听一个真正的谈讲师在讲这个不一样的道理，对我们来讲，今天录影机也来了，摄影机也来了，然后这个照相机也来了，还有最主要是我们的脑袋都来了。八世田中种下这种子，对我来讲应该要赞叹各位。所以呢，等一下我讲完以后，我们就很慎重的请我们的会长稍微简单讲几句话，因为今天我们松泽师兄也来。我们松泽师兄是目前的东区的，要介绍。我想，咱今日是讲捕捉刹那做咱的第一讲的开头。咱不是替我个人啊，我是安尼想的，几二十年来啊，对咱陈松根老师吼，会使讲尊敬佩服有加，还有对于咱陈松根老师哦，伊个国学基底，还有文学诶造诣，等等，拢非常诶精通深入。啊，个人我伫边啊，常常捌听过，啊，拢伫对伫边啊伫学习。啊，这几年来，我拢是做咱陈松根老师的徒弟，很好做的徒弟。啊，今日我想是算第一讲，我若叫五万吼，咱陈老师吼，我来当以后啊，有什么
较对的时间，啊，较好的言吼，啊，请讲即个是第一讲吼，第一讲而已，是开头吼。那、啊、我想今仔开头吼，啊，都遮侪人来遮来听。啊，咱这是吼，咱国再生工作会拜四会哦，只有拜四会才才今仔有几几几十个人，咱拜四会拢伫遮，迄啰。我讲出跳岛落练了吼，啊，这跳岛那是周围啦吼，不过拢伫遮练伊吼，同同天同地同同校遐同群的，但是拢所同的拢是伫伫好话内底吼。啊，阮有两位会长、林会长啊，啊种各位同事是非常对好话啦，非常积极。啊，咱借着这个机会吼，啊来甲陈老师吼，大家互相学习。大家互相观摩，大家互相做些榜样，做些借鉴，做些大家互相开导，互相开导，大家共同成长。我想咱这个会吼，就是后壁可能哪行行一款的迄个路啊。我大家做伙，我想是爱，咱也吸收啦吼，啊无咧，咱无吸收吼，我想咱不是天天在操劳练啦。不过别人也是得心啊，这吼，啊，深入浅出啊，不要紧。啊，我这是，那我个人是私下的一顿，我这是别开我。啊，我啦，但是经过甲各位做伙，我拢对你各位后边啊，大家各位是，啊，咱今仔有这个机缘来哦，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肯。啊，其实哦，伊安尼，其实这个是了。咱个要必须来甲切落，所以上反正我早起才敲电话，啊，就想法是安尼，无去应该是爱倒袂去啊请个吼。不过咱拢家己人，二十年来吼，伊就是咱个荣誉秘书长。那我们是咱荣誉秘书长，那今日真好咧看，啊，拢无遐尼个，伊进度个原因啊，我就是这个原因我拢无讲吼，但是我今日有滴要讲，有滴你听得出来。什么原因？伊有资格做咱个荣誉秘书长。都靠出给这位导师吧，谢谢咱子双跟老师陈大德，那谢谢各位今天以后拜谢，请各位踊跃来参与哦。咱以后看有倒个来使介绍什么吼，跟咱这国策有关的，还是平常时做人做事点点哦，有什么人生哲学吼，咱会使来遮参考，大家来共同学习，同齐成长。谢谢各位同学。董事长哦，人家讲客气讲，哎呀，咱庄家人讲一秒学落来尔，我拢对后壁哦，我伊今仔早起也讲哦，双根老师哦，爱当家翕相落来，讲好代志哦，这个时代上大麻烦就是哦，咱中国人先顾俭，拢扬善引恶，啊，报答恩惠拢在咧冤家相拍，啊，好代志碰见。哎呀，啊，做一路来，我不哩啊，提起主动传世咯。迄就讲，哎呀，对的代志哦，这个世间看风流，啊，这个世间就无同。啊，所以我就讲，咱定对后壁，讲哎，等下录影，我同好啊，大家好的物件，大家通学着。会去讲这个物件，这是一个缘起。迄时哦，咱知四华银行哦，因伫台中一阵监控经营，其实咱即摆监控经营平均年纪才几岁？30岁尔嘞。都无简单，国外留学转来的囡仔才10多岁。啊，因就是带来吼，几年前就是咱老爷饭店开幕，啊，因带来遮度假。啊，度假的时阵哦，伊讲伊嘛要让遮个囡仔吼，袂使拢敢接受外国文化，爱有中国文化。啊，所以特别敲电话哦，啊去佛光大学去找周英所相亲老师。啊，相亲老师讲，你会当替阮遮囡仔上一个中国文化。啊，阮咧相亲老师才鼓吹的。伊讲起哦，我袂晓，你去找阮老师。伊讲恁老师写来，我当时才变恁老师啦。是啊。啊，后来我去想讲，咱个相亲老师请我，我是伊个老师，就是医师啊吼，捌来请教我佛法。啊，伊知影我开10年个时间哦，伫大同经内底。啊，伊知影我即世人金刚经看3遍都会晓念台语，会晓背了。啊，所以伊要讲来甲我问经典。啊，我讲哦，伊也讲老师，你会使替我开10节课无？我讲你是一个女将，我男将，咱两个安尼无理想，你搁去找一个，我就会使甲你上课。莫干纯粹一个，我袂答应。啊，伊嘛足有个性个，啊，自去变了就阁毋捌来，毋过出去外口拢无我伊啦。啊，着即个缘起哦，啊，着我好啊。伊既然想要了解中国文化，文化这两字哦，
因为我常常伫台顶演讲，啊，有一挂人哦，可能第一样个想法大家了解。咱若讲到中国文化，有个人迄个心情会起来。台湾即摆真侪人听到中国，心情无好。安尼我伫演讲，人就讲老师，你拢讲中国文化。我讲第一样爱讲清楚，中国文化佮中国政治，这是两项代志。中国文化就讲红叶座顶，咱的祖先啊，就伫遐来，迄无代表七鬼。叫做文化的中国，没有人有能力把它分开。你要用无同心情看待，就是咱的文化。至于政治的中国，哦，迄歹势哦，迄就咱的选择啊。哦，每一项选择当中，因为政叫做管理众人之事，安怎管理这个土地。所以政治的中国，大家会使坐落来讨论。文化的中国哦，足歹势。今日阮阿母甲我生落来，阮家不管什么家庭，啊，你就是爱全盘接受。所以我第一样要大家讲，咱今仔讲的是文化的中国，甲政治的中国无关系。这第一样爱讲。啊，第二样就讲，拄则要讲这个，就是因为迄个引起要讲中国文化，讲文化是啥？是逐工伫咱兜。结果你逐工甲伊做伙，竟然你毋知影，迄是到底要甲咱讲啥物？啊，咱中国人自细汉哦，咱就伫听头就看这佛祖擦啦，啊，三支香举起来，啊，就会知早暗两个，啊，都晨昏定省，大家知影嘛？啊，后来咱读孔子讲的册哦，讲吾日爱三省吾身，大家会记得吧？哦，第一下讲为人谋而不忠乎？跟朋友在一起有没有幸福？然后有学到东西传不虚乎？就是咱逐工爱鼓励家己有一个向上。敢若最近人就咧讲哦，什么叫做老？老就是无爱去学习啦，就大家伫遮永远就袂老。像我咱咧不断拢伫学习的人哦，你毋知你老咧。我有当看到到我年纪岁也未嫌叫学弟生，我说哎呀，我家己六七十个人叫。咱常常哦，我对很多人拢会这个心情哦，家己唔知吼。啊，你又再发现一个，咱内底的囡仔未老，也是外口这个叫囡仔一老去，内底迄个未老。啊，所以我刚甲伊讲，伊就讲啊，老师，你咧讲的中国文化，我文化就是伫咱的厅头，逐工休息起来，你知影这个厅头在佛祖塔那边讲啥？即马上先进、上文明的讲。国家个都市哦，因若要引导无同国家个人，因为每一个国家文化文字无同，最好的引导方法是啥物？就是图像引导，恁知影吼？甲你要去洗手间，可能为十步，你就拿对十步个。哎，要食饭为一下猪脚碗，这是讲全世界共通的引导语言，就是叫做图像引导。所以咱个老祖先个文化吼，就是用图像。中国人遮个神吼，自古会看到，咱中国人吼神分做两爿，咱来排吼。倒一边良平，这边良平嘛，这边好平，大家知影吼。中国文化是有深的所在哦。其实讲咱厝内吼，啊厝内有人无地利啊，啊咱古早厝内无地利时阵哦，啊咱的门道啊，爱叫你去搞一，摕一张白单互你搞吼。啊，做今仔日厝内阿母无地利，爱搞安尼啊，搞安尼，大家知影。阿母无伫这门道哦。哎呀，哎，阿婆无滴，这个是阿婆无滴啊，是这个阿婆无滴。这边，哎呀，这个阿婆无滴，为什么这个阿婆无滴？向正的。哎，为啥无同的情况？咱做你了。这边良平，我有讲过对无？这边好平对不对？这边是良平，这边好平。良是查甫啊，查某。啊，良查甫的嘛吼。啊，这边好是查某的。啊，这个头哦，就是阿的头，这边是查甫，查某无滴，这个是阿婆无滴。哎，哦，顶头为主，嘿，当天你也算倒落来啦，哈哈，这个是顶头啊，这人无地理就这人倒落来，哎，啊，娘阿爸无地理，这边娘平，阿爸倒落，叫做阿爸倒落，哦，所以中国人有娘平甲好平，大平甲小平，啊，第一样就叫啥，有娘好平，这边就上大，啊，从基础这个啥，这个世间的基础，你看咱怎开始看这张佛祖塔啦吼。这个生命吼，这个是基础，这个是上基础。啊，生命基础在遮吼，这边是良平，这边就是大平。啊，这边好平，这边是小平。啊，所以啊，咱的佛祖塔内底有五尊神，就是图像引导五尊。啊，这五尊内底吼，伊的顺位安怎顺位？上大平，啊，搁上基础，这叫做第一顺位这个。啊，这个就是第二顺位。啊，要起来到顶端哦，这叫做啥？这叫做人上人。要做人的世间，要做人上人，这就是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第四个，啊，这个第五，同尾啊，这个。啊好，安尼咱也顺利知影哦。是安那第一个是这个，这个啥人？这尊啥人？这尊大家知影无？
赵君。吼，赵君伊的官名做啥物？咱拢讲赵君啦，吼。啊，赵君的官名做啥物？是名做苏明赵君。啊，有人会写苏明真君，大家知影？吼，就苏明赵君，也是苏明。啊，苏明意思啥？就是你的名字的手底啦。这个官啥？管理的不当。人生民以食为天，食饭皇帝大，所以第一阵咱中国人肯一阵。啊，恁即马手底我互恁咧张哦，迄张有一个哦，全世界即马咱的囡仔去读册哦，拢会读到全世界理论。迄个是全世界有名的心理学大师哦，叫马斯洛。马斯洛伊就讲哦，这个世间哦分作四个阶级，啊叫做人类需求啦，就是马斯洛的人类。来做人啊，吼，你就是需要这个物件，需要什么物件？马斯洛往分做两个，这两个就是叫做身躯，啊，这两个叫做心肝，啊，身躯甲心肝安定啊，吼，这就是身躯一个世界，心肝一个世界，搁安定啊，有品无品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叫做自我实现，就是讲你要创造一个什么款的生命，全世界读心理学的、心理学的人拢知影讲。马斯洛身躯倒两个，身躯第一样就讲，你爱食三身躯三顿够饱，叫做啥？三餐饭爱安定，三顿爱食饱，就是甲咱的苏明赵君完全同款，请你甲你的腹肚够饱，食条食顿哦，身躯够安定。啊，第二个吼，叫做安全，唔呐安定尔，唔是今仔是食饱就好，明仔再食饱，爱未雨绸缪，所以爱安全，所以这就是讲。身躯不但今仔日食饱，爱即世人长治久安，所以伊叫做身躯安定。啊，身躯较安定，咱今仔咱才行出来，就是身躯安定啊，你才行出来。你若讲即顿饭食完咯，下一顿饭即道理唔知，你行袂出来。所以身躯安，啊身躯安定，啊心肝就是安那安定。心肝吼，伊来伫写社会需求写舒心哦。咱早期读叫做认同，就讲你行到倒位啊，人认同了，认同你是宜兰人，认同你是有一个人个增加倒位人。看到你哦，也叫认同。啊，你讲社会接受我，叫做认同。啊，若接受我，我正好做美术嘞，我正好会晓做啥物，叫做我的能力你看到，叫做肯定。既然从早这叫做认同肯定，啊后来我今日去看，伊来改做啥？伊来改做叫做社会需求甲自我需求。啊，自我就是啥？我的能力被肯定，社会就是我在社会人家接受我。这就叫做认，所以我的心肝，人看到我会给我点头，人佫知影我生命吼有啥物能力，啊，所以吼，我就做活在一个身躯食饱，心肝安定，啊，然后吼，伊讲，当你这两项安定啊，啊，就发展你生命的愿望，哦，做自我实现。全世界啊，咱即摆囡仔去读册啊，干呢，我这两年伫教育部，我就是高中课纲审查委员，去审查高中课纲，咱个囡仔要学啥？恁即嘛，咱即拢读外国理论，即个外国理论，外国理论。啊，不过咱外国理论听来足有道理。咱即反头来看咱家己的理论。咱第一阵、即阵教伊即个方法无？基础拢同款嘛，啥身躯够饱，身躯够饱了吼，咱第二阵、即阵才来。咱第二阵、即阵。哦，啊，特别讲这个官名做啥？福定正神嘛，吼。啊，福定正神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三顿食饱，啊！你爱去啥？爱去幸福积德，是毋是安尼？教咱幸福积德，一个人养六钟头，直顾，直顾，顾到尾啊！吼，人讲伊着做钟头的大拍钉啊，好，捌听袂？哦，吼，钟头会光明，啊，钟头会温暖，啊，伊也变钟头的大拍钉啊，好哦。甲你以前一个原味，啊，以前的个人大拢后头有一个钟头山，啊，你山窟啊，吼，啊，着一个钟头伫遮，啊，这个原味哦。伊就趁到钱，啊，就叫伊个长工哦，啊，去山雕木哦，啊，起一个庙啊，迄个庙啊吼，叫做瞭望台，啊，迄个庙啊叫做啥物啊？叫做望烟楼，望烟楼，啊，这庙啊要创啥物？就是伊个长工哦，啊，到暗时啊，食饭个时，要煮饭个时阵哦，啊，就爱去望烟楼遐看钟头，看这个钟头倒一间厝吼，啊，火粉无走起来，厝内啊火粉无走起来，表示啥物？无走起来，无米啊嘛。吊顶，嘿啊，吊顶啊，吊顶是无人啊，真卡人讲哦，都米啊，那滴人闹，我听过，米啊，那滴人闹，除了安尼，有诶毋是，是厝内有人倒落，无心情煮食，吼，从厝内发生代志，
这个烟冒出来，啊，所以伊的长工哦，变到暗时啊，拢伫这个望烟楼遮吼，倒一间厝哦，啊，烟也冒出来，啊，转去台湾话讲，讲原话啊，我看倒一户今仔日无买烟，原话就赶去关心因家发生。啊，这是人哦，唔知讲人这字哦，安怎写？人这字唔是一个人，就安尼啊，其他条条唔是嘞，是这个人哦，拄到代志倒落，恰到就头倒落来哦，一个人赶走去甲见证。所以孔老夫子讲。仁者仁礼，人是爱两个人叫做人。人甲人，咱台湾人讲哦，敬的才好，都过一世人。人就是修敬。啊，所以这个愿会哦，啊，看到安尼，伊外头去照顾，所以砖头的人对愿会安那感恩啊。迄个做砖头的土地公，大家捌听过嘛吼？啊，像这款人，咱来讲，伊就是叫做砖头的大爬钉啊会，无人会去甲弄乌花啦，因为花规砖头都暗了了啦。啊，所以当你也会当清福积德，你就变砖头的大爸下大大个顶仔会。敢你主动今仔日就去咧台湾的大个顶仔会，我伫我看个世界，毋是甲学落正经。你看咱会晓咬某洗脚，你看唔止嘛是宜兰洗尔咧，台湾洗到台湾去啦，你知影吼？迄就讲哇，台湾有一个大爸顶仔会，这是砖头安尼吼，你若讲伫山内底，即爸大爸顶仔会伫遮吼，无人会使弄。当大家去顾这个灯仔火，表示啥？伊是毋是说安全啦？说真正的安全哦，毋是阮家违禁啦，毋是阮家拢无好咯，即嘛，逐项拢违起来。甲我一个朋友哦，我一个朋友，阮迄个时阵也考到宜兰高中，大家嘛去读。结果我个朋友讲话，世界人看到伊会甲你肯定无？事实咱这个土地公甲即阵吼，甲马索洛理论三层拢解决掉咧，有三层拢解决掉无？是毋是你去幸福积德，人会甲你认同你做安尼对？人看到你，佫会甲你点头，甲你拍膊啊！三日你变大拍灯仔火，众人甲你烧过啊！你看咱家吼，读册读到马索洛理论，哇，咱足牛，不通外牛，咱两个解决得死个，家你知无？安尼有两个解决死个咯。结果伊剩最后一个尔俩，咱了要三孙徛在等伊。哈哈，你中国文化教个所在哦。啊！要起来即阵哦，中国人来讲，即阵你也有讲哦，即阵叫做人上人了。你凭啥物要做人上人？对啦，开始爱想清楚，啥叫做人上人？人上人是安那是关公伫遮，咱你要看到即阵是妈祖，这是清朝了人改。这是安那清朝啥改做妈祖？我讲的这是文化体系，这叫做宗教体系。妈祖就是清朝到明朝最后一笔修建，伫海淀修建。明朝的海神是啥人？是一脚大姑，一脚大蛇。迄明朝的海神，你了解啥人？玄天上帝。听讲宜兰就玄天上帝镇守，恁知啦吼？咱就孤城北海口，吓。啊，清朝的海上的神是啥人？就是妈祖。结果清朝甲明朝打败，清朝皇帝怎把妈祖封做啥？天上圣母，不是安尼人。啊，所以怎甲清朝天上神？圣庙安奈吼，子孙啊，才细多些。但是真正中国的文化人，不是讲妈祖，是恁家己身体一个哦。我这张是阮遐一个读册人哦，一百年前去大陆，即马藏在因家的古董，因的红叶桌顶。我今仔日我拆断过，我顶间去找无，我再去搁为着今仔日这块走起来去。这尊啥人？这尊就是文昌帝君。嘿，这边是关公，关公的边啊，这个是武将，大家知影嘛？周仓甲关平嘛，这个是关公的囝，嘿啊，这个是一个武将，这个武将是关公，虽过身，虽自杀了，这一世人中的，嘿啊，啊，这个吼，在咱内底，这个是啊，是安那吼？中国文化文官甲武将安那来，你知无？叫做文武将开江山，文官治江山。啊，咱读册人讲哦。所有的文化拢伫倒呀，拢伫行动的后壁。就讲呢，咱今仔日伫社会，咱无可能读真侪册。不过，咱对砖头的疼惜，干呢主动对这个人的中国文化有效的感觉有感觉。咱去做的时阵哦，咱就是做行动。啊，咱做了哦，有一挂迄知识分子，伊就开始分析你的是安怎做这个过程，啊，分析了啊，统计哦啥，统计就是哦在。迄学者还在整理，啊，即种所有的知识伫倒遐来，咱讲知识就是人类有效的，咱的有效经验把它系统化，好的经验系统变文化。所以，教你讲，你也想要做人上人，请你爱摄入心啊，用你的行动力，用你的服务力，啊是修行人用你的修行力，创造世间的威德力。
得着名声。所以咱中国人就讲，即马伊这个时代，囡仔逐工安尼资讯收过侪哦，真侪人趁着钱，过落去要创啥，毋知哩。趁着钱，甲伊讲趁着钱，看下下去做这个，你才会当满足这三项。啊，做这了，你也感觉你要做人上人哦，开始用你的生命去服务人，用生命舍身落去做，做到有够啊，自然位置就着互你啊。唔错，中国人讲哦，无钱的拢心善，有钱，啊有钱的心善有权，啊有权的是心善有名，啊有名的人心善啥？心善有品，品在倒遐？我再讲，品就是身躯安定啊，身躯安定啊，发展生命的阶段，就是这个品，你看，身躯甲身躯安定了，起来这个品，啊品只是讲用你的行动创造你的名声。啊！当你伫个世间有名声的时阵哦，唔通讲袂记你家己了。有名声，你看咱的时代人文人讲到，叫做生命的中心思想啦。不管你有偌大的名声，偌大的功劳，会记你，这着你的心肝。即阵啥人？即阵大家拢知嘛？叫做大慈大悲啥人？啊，观世音，爱大慈大悲，悲悯苍生。所以不管你有偌大的名声，偌大的功劳，会记你的心肝，唔通离开疼惜众生。所以咱以前乡下听，才知影哇，原来我乡下爱甲三顿五百，爱去幸福积德。如果我有气力要做人上人，嘴尖讲我，身躯加做我，身躯做偌济，德行就转来偌济。啊，有德行啊，有功劳啊，唔通袂记哩。咱爱疼惜众生，啊，疼惜众生，为什么要疼惜？你看咱有做菜边啊，囥两个咧。人生在世，世传世外。吼、哦，生命之，大家知道哦，咱你讲，生命之目的甲生命之意义，生命的目的就是一代创造宇宙至极之生命嘛。咱你要读这是啥呢？你看咱有做册，先来讲清楚啊。就算你去到遮做啊观音嘛，唔是世间伫遮就停起来了，世间还佫继续向前行，向前行交伊啥个手？这叫做善财，这叫做量力。吓、啊，咱以前庄下人拢唔知影，拢讲叫做金童甲玉女。金童玉女是要去奈何桥迄两个。吓啊！啊，善财甲玉女就无共啊。善财是伫《华严经》内底五十三参。善财哦，就是讲世间人，大家拢是咱的先辈。敢今仔日我都加读这加一点啊。虽然每一个拢是咱的老师才对啊，大家嘛，咱拢世间通学着。那所以善财就是世间什么人拢是伊的先辈。五十三餐，啊，量力哦，是要让咱真侪伫中国的文化内底，查某人会同感觉讲啊，查某人敢呢，包括连福建就讲查某囡仔袂使成婚，恁知影无？量力就是讲，我要马上成婚，即个罗汉都要笑出来。啊，佛祖都有交代啊，成婚一定要男性，啊，要成女性，女众生要成才成婚，量力都要笑出来。啊，女男性较简单，笑一个随便男性。同款用人心成佛啦，即可成佛。成佛是啥物意思？成佛就是讲你的心开始自由解脱，无烦无恼。成佛叫做入涅槃嘛。佛祖我看十年的经哦，佛祖甲涅槃讲甲足简单嘞。人佛祖讲哦，涅槃有滴讲甲足啰嗦，我听无。佛祖涅槃到底啥物意思？佛祖讲哦，涅槃就是足简单嘞啦，就是人啊离开烦恼就是涅槃啦。啥物叫做魔？魔就是叫做烦恼。所以所有魔拢互你烦恼嘛。只要你会当离开烦恼，就是入涅槃。啊，要哪离开烦恼？就是咱未理解，未理解什么？未理解讲这个世间哦。当咱若行到佛堂的时阵哦，咱行到佛堂，拢会第一个动作是啥？咱若看到佛祖会安那？咱看到佛祖是用两只手怎合起来？啊，两只手合起来什么意思？就是佛祖讲这个世间叫做十法界，大家捌听过无？十法界就是六道轮回世间人嘛，吼，天人。阿修罗、地藏王、鬼众生，这都六道轮回。啊，有四圣人免轮回嘛，就佛、菩萨、声闻、甲缘觉。来到咱的面头前，就是这十种人来到你的头前。所以咱来到佛祖遐，就讲今仔日是十种人来到咱的面头前。啊，来到这啥？会记哩。佛祖讲哦，大家人拢是一尊佛咯。生命哦，人讲南南北拢安那，唔好看轻。所以咱六祖慧能讲哦，下下智的人哦。人伊还阁有上上根次的妙，莫是看轻人哦。正经咱就知哇，小法界人来到咱的面头前，啊，咱爱安那爱知影讲，每一个人来自无同的所在，所以理解无同。伊也讲甲咱无同哦，咱中国人上大问题就是，人讲甲咱无同，就感觉伊在找我的麻烦。
唔是啦，爱就来甲咱无，甲咱一个小学生，一个国中生，一个高中，一个大学，一个博士，你看因的程度无同吼，啊，因讲的状况吼，一定看法无同啊。啊，这个时阵你会使讲说人对无？袂使讲哦，咱也无小学，也无中学的，人每一个人生命的每一个过程哦，拢有出对。至于生命哦，要安怎慢慢啊大下？大汉就爱伊慢慢啊行起来才有机会，所以来到咱头前十外届，就是得十个无同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今仔日第一下，甲大家开讲，咱这个佛祖差啦，咱台湾人讲啊，尘封定型。尤其咱台湾人哦，咱这华人的文化，我迄阵就是甲遐个少少年囡仔讲，文化逐天甲你做小做伙，啊，有一个举起来，人排队人排，你唔知伊正经要教你的生命。中国文化做文人志士，我会对这下功夫哦，是我有一个台北开课，啊，我有一个学生是教育部的迄个博士嘛，教育博士，啊，结果用请去嘉南做文化局长，啊，伊嘉南做文化局长的时阵哦，嘉南啊七月初上大活动，啥物大家知无？老大公门要拍开嘛，啊，伊就老大公门要拍开哦，伊就讲老师，你安尼读了侪册哦，你会使来阮遐文化讲座，我问你要叫我讲啥物？伊就遐讲哦，老师你讲哦，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我连上都去遐讲五年，到迄边了，我才知影讲哇，中国文人哦，创造人哦，安那都有年有节，你要知影年节要创啥？刚才我刚才开讲讲年节，跟阮二吉人哦，二吉人唔惊过年嘞，二吉人上惊啥物？你知无？哦，二吉人惊王公生，是安怎？阮惊王公生啊！我做囡仔哦，王公生唔是照你拜拜啦哦，王公是十月半嘛。在个话，不管拜几，阮一定就是迄工对迄工。啊，对迄工哦，有当时拄到咱来读册，嘛是即摆跑去读哦。我属于目睭白金哦，阮兜就人客开始咧食。嘿啊，我去读册转来哦，人客也咧食，我倒落去困，人客也咧食。迄床脚呀，看阿妈，看阿母啊，迄种羊肉汤啊，汤来菜，一日脚一日脚安尼哦。我都想奇怪，平常咱倒无啥人客来，啊，是咱阿公公先足济人客。有一年我都袂动个，我就甲阿爸问讲阿爸。我那些人去总看哦，唔捌半个，到底遐人去倒遐来？我阿爸讲，等下我来看。我阿爸去看看，我阿爸去到底啥人？我阿爸看看，阿爸我嘛唔捌。阿爸我问伊，我问阿公，我去问我阿公。哎呀，我阿公来，我看看。我阿公做拍片，我看啊，迄个我是个，我讲迄个啥人？唔是啊，迄早起三职工个带来的朋友。村里拢三职工个朋友的朋友，哇！所以这人先啊，叫王公生俩，啊，标回啊，归王公生，恁知影？嘿啊，啊，所以咱人，一个人就毋是人啊。啊，过来哦，像咱今仔日哦，第一听这个佛祖差啦，要学啥？人这字哦，写起来是安尼哦，一个原住民妈妈吼，甲因看到因囝，即摆囡仔规工咧自信世界，了看到毋知要安怎，因为囝涂骹头写一个人，因囝差啊，摕来涂骹写呢。妈妈讲啊，人家安尼尔哟，我阿妈啊做人啊，哎、欸，看会到的身躯了，都两脚落地精神的啦。人需要一个生活看袂到，人敢若一支箭哦，啊射伫天顶，射向虚空，人爱有五望啊。人啊，如果心中咱听学这就是文化，爱有一个五望的理想。人是这样，射向无限可能的未来，这叫做人。啊，事实哦，咱读册人哦，唔敢讲同话。原住民妈妈来讲哦，这是两脚落地的精神。读册人唔敢讲，教员也唔敢讲。我特别谈林语堂博士的回忆录，伊是近代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讲哦，现代人什么物件拢用公式，那我就把我生命的理解写成公式。啊，伊的公式从阿哪写？伊的公式写讲哦，这个世间哦，事实这个世间就是现实。啊！但是现实哦，咱是逐个人袂同的，所以咱绝对要加理想。啊，理想的公式叫现实加理想，叫做理想主义。啊，会等到怎样？叫心痛。哟，那如果这样哦，那我只要理想，哎呀，我不要现实。然后我理想哦，理想里面哦，会碰到栏杆，我就在加幽默。哎呀，啊这样啊。伊讲这都一无是处，这都幻想，这无路用的。伊讲啊安尼哦，那我现实里面呐、啊，最理想的这样，所以在需要这幽默大师说，现实加理想
当你无法心痛的时候，再加幽默。王安呢，所以叫做幽默大师。这是上理想。啊，但是最后这句哦，看我看一个错一个。我拄只有讲哦，中国人不爱讲重话，不爱写重评，敢若甲单我拢不爱写册。大家拢在笑我，我讲老师你有册无？我唔敢写。我即卖理解过十年啊，理解无共，看要安怎好？我怕死也唔敢写。哎呀，啊，我来讲哦，啊，如果哦，我敢有信心，啊，我着人若讲理想，我拢爱讲理想，把理想摕起来，剪掉理想。你知影伊伫后壁写两字哦，我看一个错一个咧，一个国学大师，嘿啊，对不对？我也写这两字，甲袁志明妈妈讲有同款无？人啊，活着敢三顿食饱，无理想哦，甲精神啊，都也无同款。所以今仔，就是这个，就是人的理想，理想来自于徛伫人文化的根，嘿啊，咱大家吼、哦。唔讲生命是射向虚空的箭，生命充满。咱这代人欠的一代人上大个物件，袂记哩，搁惊啥？大胆做梦，爱有梦。人有愿望哦，才有明仔载。愿望哦，则是永远的未来。知识已经拢过去，唔知阮伫教会无听讲哦，咱的老师是教昨昏的知识，予今仔日的囡仔行伫明仔载，安尼稳死的。恁知影？哎呀，是爱予囡仔知影讲。这个世间到底生做啥款？啊，你安那甲这个世间来去？啊，唔通抓样抓一世人，才唔知你到底。尤其这个时代爱不济吼，囡仔才哇，我赚到钱去幸福积德，我也想要做人上人，就用我的无小卡手，我的服务力创造微德力。但是我错较大会记，我永远是人生在世这团事，爱一代疼一代。观音菩萨的一个观念，你知影无？观音菩萨一个观念叫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哎呀，大家在座拢是观音菩萨，我所敬佩的。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我想今仔日是第一讲，第一届吼，啊，是不是各位吼，然后欢迎讲咱陈老师吼，咱拜师也是什么好音的，是自己较早来那个泡泡的。如果也想要开讲哦，我这两年有一个是我伫福建内底读到的。我伫十年内，我是昨天来禅师所写的50个健康检查表。如果有兴趣，我才跟你开讲。要说别人，我从文行已经变做故事。啊，伫故事内底要安怎让你身躯入去无破病？只要注意十项物件，啊，每一项内底有5个细节，叫做要说健康饮食检查表。你大家这四样啊，对啊，好。如果会使，迄头壁大家开讲一下呢。哦，大家来讲50个健康检查表。啊，华严经哦是阮读十年啊啦。如果我会当甲各位讲两句，拄只即个，啊，过来就是歹话面，第二趟就华严。华严经我是用家己闭关哦。华严经是59,700字，大家知影吼。我是甲家己关起来，一天用18点钟，三天54点钟读59,000字。吓啊！我每5年关一届，我甲今关3遍。吓啊！所以每五年我就关3天，啊59,000字读完，啊读到3遍，我才进入4遍啦吼。吓啊！我开始，我是纯粹读4遍啦。我是家读10遍《华严经》，《华严经》就是佛祖开悟，用21天讲出的世界。大家有兴趣，我伫遐有小小心得吼，啊整理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就好啦。吓啊！再跟各位分享，谢谢各位。咱台湾哦，咱古早个摊咧，古早一边讲是意义的，啊，大家安尼拜拜吼，无我拜，我想说，就这佛祖出来，你拜哪会教导咱子孙啊？是咱这个佛祖出来意义。今仔日哦，咱真感谢咱陈松根老师，把这佛祖出来真正意义、真正真实一个代啊，做真好个吼。啊，这不讲也讲啦，也讲，这个佛祖。那不过吼，但拄啊陈双根老师吼，伊真慈悲，慨然答应讲，若有机会过来吼，咱这个大家无去啊，啊嘛爱从恁下甲咱小分享，大家拢有专点啊，双人行都嘛是我的老师啊。好，我来今仔日吼，这个是第一届的演讲会啊，在遮。大家可以回馈，就叫恁听到来，再回馈。好啊，咱两嘉宾吼，啊，莫跟咱开讲，啊，有啥问题吼？互相交流了哈，互相交流。你来先个。拄只有早餐，安尼听会清楚无？哦。
啊，时间也有啦，时间还佫点外，还佫剩几久啦？吼，还有啦，吼。有人要交流袂起来？未接的来电。爱陈导，哎，陈总，哎，你啊，进来。修炼三宝吼，三号做剑，剑就是佛祖转去因家，成佛啦，回家就真久。剑就是佛祖讲要安怎转去的过程啦，干呢？你知影咱暗时啊开车，咱的车电话照偌远，车电话照都无五十公尺，你哪会到伊宜兰开到台北？宜兰到台北是几公尺？几万公尺嘞？一公里一千公尺，想会到的拢国语嘞。我看到囡拢自动变台语，我也毋知为啥物。迄种以前的政治，我看到囡拢变台语。啊，这是剑，第二个是啥嘞？剑，互咱知影要转去要经过，我听讲五十公尺，你哪会到？就是。咱为宜兰啊，经过大溪啊，经过平南，经过这個，咱一站一站数，你敢过？经过清楚，你就敢转去。啊，经过了吼，你已经知影这个叫啥？你拿到了藏宝图，啊，拿到藏宝图哦，要怎么回家？你要有猪牛，要有溃烂。什么叫做猪牛？要咒。什么叫咒？咒就是哦，离开世间的分别心，回转清净心。咱世间哦，自你做人，你刚开始，甲我即马你才讲话，讲一两点钟哦。恁拢咱拢用心咧注意听，即、這个阿根师兄到底咧讲啥？咱内底有一个分别心，从来没停过。做就可以让你辞掉这分别心。上岸你念到尾，你会甲大地做伙哦。阮几年前哦，林焦山开始发动。我听到，我这胡作山啊，这是个传统，你啊，来，咱即马有一个概念哦。啊，因为咱前个呢传统，当这个拜这个娘娘去拜，啊，妈呀，啊，今仔天哦，祝福，今仔这个姻缘哦，咱想啊，看到就是安尼要起来吼，咱上起来，到要搁壮大吼，啊，拄仔讲一个重点吼，安尼师兄伊咧讲的。回自因相待，回自相正，回自相，它是一个，回自正到自自正。这是哦，修业大家哦，我拢教阮娘讲哦，你有缘哦，把放在你发心当中，不管是哦，像阮逐工打坐，伊拢走起来甲你开讲，内底甲你小开讲。所以就讲哇，原来什么叫实地发心之地修行圣贵，啊，即阵伊就先哦，要从欢喜离垢，发光焰会燃生现前，已经不动善会法缘地，安尼就把五十地全部拢讲完。啊！你若讲完你啥，倒退啊！来，等者，喂，那个你先要走去，啊，不是许话的，啊啦，许话的，我啦，我是讲难得跟有双会在一起，五、六、七，啊，不改，啊，慢，快点，开始，来，预备，来，五，你无六七，五、六、七。你有吸气也无？吸气有机会，够在吧？阿贝，来，这个头啊！好，那大家都互为老师了，阿弟啊，大家生命就能不断成长。听讲不断学习的人哦，啊，就无学做老这项代志。老是听讲哦，不爱学才会老啦，学永远拢未老。好，祝福大家哈，永远吃到饱。来，我感觉讲吼，咱即摆即拜是这种聚会吼，既然是逐礼拜拢有嘛，即个座谈是啊，你阁继续阁再上位。我感觉这样是一个，应该是讲咱这中道一步嘛，再继续阁往上。哦，好多谢，后面都。你拜是时间啷留起来？好，好，好，我要做饭，我就。阿根师兄说的非常好，我也收获很多，然后国语也更棒，都很棒。哎，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好，所以我希望那个师兄有师父了，老师他有发说愿意再给我们分享，说我早安健康，对，下次我们期待下次你安排啊，我们再来聆听。对，阿弥陀佛。啊，讲真，我下过路是好命啦，因为我无信佛，所以我去问我。啊，我来这也是一个经典的代志，甲
啊，听了足欢喜。啊，所以我有只囝尔，无只讲，谢谢。尽量尽尽早来讲哦，咱这个做卡啦，啊，一天啊爱得请迄个阿根老师哦来讲，啊，我咧听真久啊，啊，伊咧邀请哦足慢的啦吼，今日才听着吼，啊，我嘛真欢喜。啊，这个做卡讲实在哦，我已经六十几岁啊，我拜佛做卡啦，我无咧想这个做卡来，今日才了解这个做卡的意义是哦，这里舒适的吼。所以啊，真感恩啊！大家来陪同吼，陪同我来听这个佛祖出来的故事。感谢阿弥陀，阿弥陀佛。我觉得这个区块，我应该是还没有踏进来的，还在学习当中。那、啊、这次也很感谢那个朱导的这个机会嘛，啊、让我们过来参与这个很棒的课程。其实刚讲到一些积善，积福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座很多的大德，他们。像我在今年进来做一些会务的部分，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都在行善积福啦。对，这一点是我们真的学习的。这个不简单。这个不简单。虽然我在佛教这个僧侣里还是还没有正式的踏入呢，我相信或许有一天哈，会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现在还没有下那种决心，还被俗世给蒙蔽住了。还是感谢阿根老师。没有，你只要好好会跟对的。是来这边学习的。其他的部分我根本没有概念，大家学习就这样。我怎么说？我就这样。